近年越来越多行业进行数码转型，就连街市都不例外。就等拥有多年管理街市经验的建华集团分享一下他们的经验。資訊科技發達啦，咁其實好多人都一定有一部手機啦，亦都留意得到咧，好多個客咧係唔係咁中意用現金嚟俾錢嘅，咁所以首先咧，我哋就率先引入咗咧一啲唔同嘅支付系統啦，由以往唔願意入街市買餸咧，依家變咗願意入街市買餸。依家啲顧客咧，其實嚟到我哋街市咧，我哋會提供一個 free 嘅 WiFi 俾佢啦。佢可以接收到我哋最新嘅資訊啦，或者一啲優惠啦，可以用一個電子支付啦，亦都可以用電子嘅會員系統裏面儲分啦、換禮品，咁啊，從而刺激到咧佢嗰個人流同埋個消費額嘅。咁譬如以我哋翻新街市為例啦，其實我哋往往咧要一個好短嘅時間咧就要翻新個街市。咁亦都喺個過程裏面咧，其實 HKT 亦都幫咗我哋好多啦，俾咗好多專業嘅意見我哋啦，咁令到我哋可以加速咧，可以做到街市裏面嘅翻新。其實我哋都好重視一個網絡安全嘅 ，HKT 咧都提供到一個好嘅網絡安全保障俾我哋。咁所以喺一個數碼轉型嘅過程裏面咧，要揾一個好嘅ICT partner 咧係好重要。HKT 為客户提供多款 ICT 方案，助中小企全面實現數碼轉型。想了解更多 HKT 中小企 ICT 方案，欢迎同我哋联络。